茄子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蔬菜，在我国种植面积广，遍布大江南北。茄子味道好，烹饪方法简单多样，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见食材。您家都是怎样烹饪茄子的呢？今天的健康新时代就为您带来两道美味营养的新菜式，更有精彩的养生话题，期待您的收看。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制作白玉茄泥的原料有茄子、熟鸡蛋、大蒜、香菜末等。茄子它呢用法比较普遍，而且呢它吃起来的时候非常美味，肉质很厚，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家庭餐桌中，还是说在高端宴会中，茄子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不过如果有一天一个人问我说，这个茄子有什么样的营养，茄子该怎么吃才能吃得更健康呢，这两个问题就足够难倒我了。不过今天我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有谱，因为我呢给大家请来两位高人，一位是中国烹饪大师，我们的老朋友丙级和丙大厨，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副主任医师顾平顾老师，欢迎两位高人。首先问一下顾老师，刚才我说茄子有营养，我说的是谬论吗？不是谬论，非常支持你，确实有营养。对，那我问一下丙大厨，说茄子有很多的烹饪方法，你给我大概列举一下常见的几种，一般我们会怎么烹调这个茄子？红烧茄子，是吧？鱼香茄子，对，这个再是这个炸茄盒，炸茄盒，这个东北的第三鲜，第三鲜，这个很多，还有这种炸切排，是吧？切排、切片，很多。总之，你不管是在哪一个地域，你找当地的特色菜，都会经常用到茄子，茄子做主料。但是我要问一下顾老师，您看这三种茄子，一个是圆的。一个是长的，但是呢是这个紫头的连地的，紫地的，一个呢是这种也是长茄子，绿色的地，但是呢它这个地呀、是绿的颜色。对，这三种茄子我们常见的是哪种，老师？一般咱们这种好像比较常见，长的，这种而且紫色的，常见。问一下大厨，这三种不同的茄子在烹饪中有没有区别？有什么样的特质？他们三个、有很多的区别。你像这种茄子呢，其实就是我们本地常见的，对，最常见的，这个北方常见的。你家庭用的，比如蒸一下，这个拌一个大蒜，是吧？或者是红烧，是吧？这个都可以。但是这个茄子唯一的缺点呢？它如果过了季之后呢，它这个里面的大的就老了不好吃，就是说它最好的季节是夏天。对，这种茄子呢，这个也是就是一个新品种，它俩像哥俩，是不是？一个是紫的，就是这儿不一样，就是。对，其实这种茄子呢，有的是一种比较短，比较它比这个还粗，比这个还胖一些，我感觉有一种。据我知道是这种意大利，它叫意大利的茄子。啊，它是舶来品，算是国外的。其实这个茄子呢，它本身就是舶来品，就是西方呢，在以前呢，就是用来毒害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哎，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茄子有毒，对吧？茄子有毒，生吃是有毒的。怎么个有毒？老师说了，生吃有毒。一会儿呢，再一一的给您展开来说。那这个圆圆的茄子，它是怎么个情况？面包茄子。它这个面包茄子呢，也比较少见。这个但是呢，这个。也用了很多，这个像炸茄盒了，这个因为它这个肉呢比较硬实，还紧，不是很吃油。对对对，这种炸茄盒了，炸的是挺好的。还有另外一种，那个山茄子，细细的淡紫色。对，现在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山茄子，肉很嫩那种。今天就用茄子来做本周的当家菜。不过要问一下我们的丙大厨，两道菜，第一道菜什么名字？第一道是白玉茄泥。白玉茄泥用这三种哪种茄子？就用这种。好了，他被选中了，他是今儿天脱颖而出的，用我们平时最常见的茄子教你做白玉茄泥。好嘞，大厨，咱正式的开始烹调它。第一步应该在正规的制作呢，先煮鸡蛋。煮鸡蛋。不过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鸡蛋好，你比如说我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它虽然说熟了，有的时候呢会煮出糖性，就里面那个芯儿呢，有点没熟的感觉，流芯儿的感觉。对，有时候呢煮老了之后就熟大发了，就很平凡。对，有的时候呢还特别嫩，有时候那个蛋清都有点流的那种软软的。对，咱今天要煮到什么程度？咱今天是煮的全熟的。全熟的。可是怎么控制它这个时间和火？这个在之前呢，我们在酒店里一般都煮成这个带糖心的，一般煮4分钟。四分钟就能出糖心吗？刚才和顾老师交流的时候呢，顾老师说5分钟是一个火候，
对，六分钟就是一个火候。对，没错。这道饭面什么火候？你比如说你要吃鸡蛋呢，全熟的蛋一定要煮六分钟。嗯、开锅后熟了六分钟呢是全熟、嗯，全熟就是蛋清蛋黄全部凝固。嗯。那么五分钟呢，正好是半熟。一般呢，四分钟就介于它之间。哎，也就是说这个蛋黄呢，外皮是凝固的，但是里面是带糖心的，一般就是四分钟到五分钟之间。这个蛋黄还不是还不泄，还不泄、哎，对，成型，但是糖心，但是微微的有点像是那种要流出来的感觉。对，要流出来，这种嘛是最好消化吸收的。嗯，实际上就是蛋白质呢，在四到五分钟煮完这个鸡蛋呢，我们叫煮的不老、嗯。这时候呢，你比如说肚子有点不好，有点拉肚子啊，胃肠道比较薄弱的，是吃这种带糖心的鸡蛋是最好消化的。嗯、全熟的鸡蛋你煮的很老，比如说六分钟以上了。那个蛋黄呢它就会有点发黑，嗯，这个发黑呢就是硫化物啊跟铁啊它就凝固了，所以就破坏营养了、嗯、就减少铁的吸收，而且呢消化起来就不容易了。那一天我们吃多少鸡蛋是一个上限、嗯、最多三个，最多三颗，对，别吃多了。如果要是 吃更多，对对对，如果你要吃八颗呢，咱们这个肾内膜啊就有点出血，说白了就是要受到损伤咱们的肾脏了、哎、所以不要吃很多鸡蛋，三个就最多。有时家里面做茶叶蛋的时候、哎、不小心吃了好多，就吃得多，最好是吃一枚。一个鸡蛋呢符合老年人的要求、嗯、咱们老年人一个蛋黄里面胆固醇是200多，嗯，它是要少于300毫克的胆固醇的，所以控制量，尤其是蛋黄、嗯、对蛋黄、嗯、哎，好，今天大厨呢之前已经给大家蒸好了一个茄子哈、嗯、蒸茄子之前我看您这个皮是没有去的，今天对没有去皮，那就赶快把我们蒸好的茄子给它取出来好不好、嗯、这个蒸要蒸多长时间呢大厨？这个蒸十分钟，十分钟茄子就蒸到了十分钟。哇，十分钟的茄子就可以，十分钟其实茄子是好熟的、嗯、对，挺好熟，它蔬菜、嗯、之前的时候是整粒的茄子没有切吗？对啊，哎呦，对，我们直接拽着一个这个茄子蒂就给它拿出来了，哇、哦！蒸完之后呢，立刻就没有像蒸之前的那么光亮了，光鲜了。你看、嗯，立刻就软了、嗯，就像这个褶皱的皮肤一样，是不是？你看这个多油亮啊！没错、嗯，这时候我在想，大厨，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给它先撕成条？对，先撕成条，然后把它搅拌成泥。那好，那大厨、嗯、你来操作、嗯，好吧？大厨先把这个蒂给它取下来吗？不是，把这个肉给离开。哦，这样筷子一插就能弄开了。其实这个菜呢可以这个不用带皮就带肉就行了、嗯、我觉得啊有肉的是最好的，因为如果有皮的话有时候会影响那个口感、嗯、其实要说起这个茄子皮哈、嗯、我还真的问一下顾老师、嗯、有的时候大家就面对茄子皮的时候呢是又爱它又恨它，是没错，很多人都知道、嗯、这个茄子皮似乎是有营养，但是有它呢咬在嘴中那个感觉啊，就是你想有点不太好吃，就你觉得影响了茄子一半的好味道、嗯、对对没错。老师跟我们说说这茄子皮如果保留的话、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营养呢是这个茄子皮、嗯、仅靠果肉那一点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P、哎、它就叫维生素 P、嗯、那这种维生素呢是这两年刚刚兴起来的维生素、嗯、跟咱们以往传统的维生素不一样，它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毛细血管的这个内膜，嗯、那皮细胞能够完整，说白了就是让咱的血管结实不出血、哦、那么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这种现象，被别人掐了一下、哗或自己碰了一下，是不是就有那个紫色的，就紫了，因为太白嘛，对，太白了，是不是、嗯、是，所以呢这种淤青的地方比较多，有爱生紫癫的这种人、啊、就是它不经常散开的，对，不经常有淤血的地方呢就是毛细血管比较脆容易出血、嗯、但是咱们这个维生素 P 呢就可以止住它，就治疗这类的疾病、哦、是这样，所以这个维生素 P 呢很好。别忘了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即使是取那个外面那个茄子皮，也要是轻轻的把那个全刮下来哈、嗯、剩一小层、嗯、再丢掉，不然就可惜了、嗯、这边大厨呢给大家处理好这个生大蒜、嗯、用了算是大量的啊，因为用大量的蒜来拌它，这个为什么不用那个捣的蒜泥捣，对呀、啊、因为它太辣了，哦，太辣了，蒜泥搁的比较多嘛，没错，哦，就是捣的时候那个蒜味足、嗯，对，蒜味足，这道菜就是让很多上海人看到就疯了，你知道？是。这边啊，大厨呢把蛋黄给它去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蛋黄本身就是胆固醇高的，对，所以现在很多造型菜都是拿鸡蛋做鸡蛋清，对，我们把蛋黄去除，哎、真不错。嗯，话再说来，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吃蛋黄，对，蛋黄它比较油润啊，香香的里面蛋鸡蛋所有的营养。那里面的脂肪这个成分只在蛋黄当中，蛋清当中是没有脂肪的。一个胖子他胖不是没有理由，是我真的很爱吃这个蛋黄。蛋黄呢有脂肪它就香，的确，人都是比较对脂肪比较喜爱的。好，现在全部的托儿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大厨？这个要拌这个茄子了，单独拌是吧？好嘞，
这个多余的水给逼出去，把多余的水逼出去。其实我觉得这个拌茄子有时候在家里拌菜啊，茄子跟大蒜是一种绝配。对，茄子不喜欢葱，它特别喜欢蒜，是吧？对，这个做茄子呢，无论是做热菜也好，这个做这个凉菜也好，这个多加点蒜，尤其是个烧茄子，是吧？多加点这个蒜头或者蒜片，厚的蒜片，烧出来这个茄子就非常好吃。的确，的确，就是像是哈，给这个茄子锦上添花的一种。对，它这个口感上呢比较好一些。再来点盐，这是醋。这是醋，对，还要加点醋。这是一汤匙，哎呦，这是大量的蒜，加点香油。哎呀，凉拌菜加点香油，很润的。对，尤其这个蒜泥的菜加点香油，非常的出味儿，很出味儿的。加点蚝油吗？要不要？不要，不要，就这么。对，一点醋，一点盐，一点香油。靠大蒜，大蒜是主力啊。好，现在开始填馅了。哎呦。其实啊，这个茄子有一个特点，做熟了之后呢，如果不来得及吃，就会变黑氧化了。下一节，大厨告诉你怎么防止茄子氧化。最后呢，再淋上这么一点点香菜末，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白玉茄泥，光看这个感觉啊，就觉得呢，它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造型菜。上宴会放在一个非常高档漂亮的盘子里，绝对能够撑场面的。味道怎么样呢？我们三个一起见证一下吧。这道菜加它也是个难度，我觉得干脆用手来直接偷着来吃它。是啊，我们要吃的彪悍一点，成吉思汗都是这么吃饭的，是不是？没错。大蒜的颗粒一颗一颗能咬到，有一点辛辣哦。没错，有点辛辣。但是茄子的那个肉呢，吃起来哈，能够吃到茄子本身那种，就是咬起来那种筋性，一条一条特别好吃。这算一道造型菜，也算是一道呢，吃完之后呢，少油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些身体不宜做的一道菜，清淡的，非常夏天，胃口不好，不如在晚饭就这道菜，就吃这道菜，上班时间不要吃，大蒜还是挺多，挺猛的。今天用茄子来做我们的当家菜，两道菜要奉出，一道呢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道白玉蒜白玉的茄泥，第二道呢是秉烛带来的这个鱼香鸡粒茄子包，鱼香鸡粒鸡粒茄子包，鱼香的。鱼香肉丝我们都吃过，没错，鸡粒儿，鱼香鸡条我们也吃过，这个有鸡粒儿还是茄子包，怎么做呢？一会儿给拿出来告诉你。茄子的种类在当今市场中可算是多种多样了，不光形状各异，而且不同种类的茄子在烹饪中的用途也是各不相同。比如说这种紫拔茄子，最合适蒸制和红烧来使用，因为这种茄子的表皮薄，肉质嫩，非常容易入味儿。而这种绿拔茄子，因为肉质紧实，而且表皮较硬，所以用于炸制和炖煮最为合适。还有，大家在食用茄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生茄子呀是不能食用的，因为在生茄子和老茄子当中会含有一种有毒的物质——茄子碱。茄碱呢是有毒的，你不能吃的。所以大家在食用茄子时，一定要加工成熟了再来使用。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当家的是好吃的茄子。制作鱼香鸡粒茄子煲的原料有茄子、咸鱼肉、鸡腿肉、大蒜、小米椒等。茄子今天呢作为我们的本周当家菜，而且呢大厨要带来两道用茄子做的美食，刚才和顾老师呢吃了那道白玉茄泥，满嘴的大蒜味儿，不过还挺过瘾的，是没错，茄子挺好吃的哈。大厨这道是做的是这个鱼香鸡粒茄子包，鱼香鸡粒茄子包，现在就教您做。第一步，我们这个选茄子，我看您在这三个茄子中啊，中意了这个意大利带来的这个茄子，对，舶来品，绿的，因为这个茄子呢，我们要过油炸一下，这个炸一下呢，刚才那个这个长茄子呢，它容易吃油，这种茄子呢，它这个它质地比较硬啊，它吃油的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茄子呢，唯一的缺点呢，它茄子皮比较硬，因此我们做的时候呢，把它给
垮掉，去掉茄子皮、哦、这个不行，太硬了，但是它呢硬皮不容易吸油，对、嗯，挺好的。嗯、那到时候这时候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处理。嗯，这个茄子贵吗？跟那个茄子比较起来，这个十一度一样。嗯嗯，但是那个茄子现在吧，比这个茄子要。有稍微要价格要贵更贵一些，那个啊，就是那个正常吃的比这个贵。对对，现在这种茄子呢，因为在市场比较常见，嗯、这种茄子产量非常高。嗯，就是一株呢就能产出好多的。对，是咱本地茄子产量低。嗯，今天咱做这个鱼香基地茄子包呢，它不是那种像那个川菜的那种鱼香味的，嗯，因为咱这个鱼香呢是加的那个鲜鱼。啊，你是真的加鱼、哦？鱼香肉丝它是就是它就是那种味道，鱼香菜啊，带的鱼香味儿、嗯。咱这个呢就是带有这个鲜鱼的这个味。我刚才就闻到这个是咸鲅鱼，对，咸鲅鱼丁儿、嗯。哎呦，超鲜的那种哈。嗯。风干肉的味道、特别鲜的。那这时候呢，大厨啊，这边已经把这个鱼香的这个鱼丁准备好了。对、可是鸡丁我们是用什么肉呢？今天做鸡脯肉。鸡丁用这个鸡腿肉。鸡脯肉。鸡腿肉。鸡腿。鸡腿肉用一块鸡腿肉的肉丁。也是好那个鸡身上比较好的位置。嗯。这时候大厨把这皮啊、一点点的削下去。对。这边大厨给它切上了这个蟹条。嗯。好，鱼香的这种蟹条的造型。茄子全都切好了，通通是茄条、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辣椒处理一下，杭椒、这是小米辣也搭配一点，对，杭椒，哎呦，杭椒呢它很有意思，有十个杭椒呢，其中有七八个不辣的，就有一个特别辣的。我也发现这个特质。对，它就是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没错。然后有的时候你一提到杭椒，也没事，不辣。不辣。但你不小心你中彩了，吃到那个辣的，你发现后悔了，吃多了，你知道。今天咱不知道吃到的是辣的还是不辣的，希望中彩，否则就没有辣椒的感觉了。如果吃辣椒不辣的话，那就不如不吃它。的确，的确，的确，我喜欢被辣住的感觉，而且我是一个个人很喜欢吃辣的人。这个鸡腿儿，咱们给它切成鸡丁儿，就是像我们平时做肉末一样哈、就是这样子。你看茄子离不开大蒜子，大蒜放怎么做热菜凉菜都得用它。嗯。可是炸蟹条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油温呢，大厨？嗯，这个要高油温。就是很高的那种，对，有时候我们怕茄子吸油，那很高的油温对于它来说是不容易吸油的，是吧？对，因为这个炸茄子呢，必须要用这个高油温，而且要用急火，这样炸的呢它不至于吃油。如果你这个火力小的话呢，这个茄子下去之后，你只会看到这个油少了，那时候这个茄子呢，这个油量是非常大的，就是一定要油温高，然后呢。把茄子放进去，油量要足。我刚才看你又添了一些油，然后进去以后呢，接着把茄子就给封死了。并且我觉得今天咱是不上货的那种方式，对，直接打。但是这种方法我就担忧了，如果这样子的话，肯定它会吸一些的。我们为什么不加个护啊之类的？这个因为加护呢，烧出来的茄子呢，它就容易发黏。因为这个菜呢，实际它是一种那个广东菜，一个广东菜。是吧？那个广东菜呢，是要求的是这个清爽清淡的。对对对，你看，其实这个鱼香茄子呢，川菜也有，但川菜呢，它也是这个拍粉，拍粉做的。那个茄子倒出来之后呢，是黏糊糊的，非常大，非常油。就是，这必须用油呢来把这个茄子呢，这个温度封住，然后呢，让这个茄子之间不会放一段时间就粘合在一起。对对对对，用油来把它给。直接给那个分开，对对，没错，对，因为它是用挂出来，没错。那这道菜我们想吃那种啊，现在清清爽爽的，不要那么黏糊，对，最好了。油温什么时候是最热的，大厨？这个油温要达到这个，咱炸这个茄子呢，就它这个油温里面进了之后冒青烟来，冒青烟七八成的时候，这倒冲炸一下。好，现在油锅热了，我们的茄子需要放进去炸一下它。你看好这个茄子呢，如果说你做它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否则的话它就会把皮都削完之后氧化掉，对，会变黑，没错。如果就是这个你要不马上做的话呢，因为化了皮之后呢，你要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下，放盐水泡，就是黑了之后再一泡还能给它再美白吗？这个当然能补一块旧的，补一补，盐水里面泡一泡它。炸它的时候啊，油温特别的高，而且锅中你看到了油量也比较大，然后呢，起的泡也比较多一些。没错没错，这个茄子要炸到什么程度呢，明厨？这个把那个茄子炸软了。炸的这个炸软，炸你看这个茄子呢开始收缩了，就可以了。开始准备收缩了，而且固定会出那种砰砰砰的声音。对，
慢慢的炸着好，这时候呢火力是有点脱水了，茄子对对对，有点脱水，嗯，因为这个茄子呢含的水分非常大，水分比较大，对吧？你如果你做这种茄子，你要不把它给炸干水呢，它烧的时候它会有泄水，对，这样的这个茄子烧出来不好吃，就是没有那种干香的感觉了，对，这样子来回的炸一炸。其实我想问一下顾老师，你看哈。说起吃茄子，很多朋友会想，这个茄子既然这么好吃，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吃它的时候，怎么吃才能够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对，像这个茄子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吃新鲜的茄子。那么比较老一点的茄子，那种老茄子呢，里面越涩。我们有时候这个茄子放得很老，然后觉得呢这个涩味呢，我们一般就叫茄子碱。这个茄碱呢是有毒的。不能吃的，实际上呢，生吃茄子呢是比较有毒的。那好，这时候呢，我看大厨已经给它炸软了，咱们还要再去复炸吗？还是再复炸一遍？因为刚才呢，这个火呢是比较慢，这个茄子量比较大，所以一次呢炸不透它，这样再叫油门升起来之后再复炸一遍。油温上来了，赶快复炸，好放进去。哎呦，还是好，你一把它放上去，就能感觉到油温超热的。其实说起吃茄子哈，咱刚才呢是把茄子配鸡蛋，又配了一点大蒜。这顿饭中呢，我们是配了鸡肉丁、肉丁，还有鱼。嗯，老师这样的搭配，你给我们说说有哪些搭配比较合适？比较合适的就是配鸡肉、肉类的和鱼类的，因为茄子它太素了。那么本身呢，里面的脂肪又低，如果配一点肉食类的东西啊，可以互相搭配营养。而且本身呢，对心血管病人啊也有好处，尤其是瘦肉和鸡肉这类东西，对，脂肪很低的，对，脂肪比较低的。哎，大叔怎么还要焯它？这个油太多，把水，这要排油吗？对，你看，这就是大厨的心思哈。不怕麻烦，一步一步的就目的把油给去出来，先复炸，炸两面油，然后再用水把它焯一下就可以了。对，可算啊，我们的茄子呢是经过呀千步万步到这个工程了，我们现在开始烧制了。烧它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首先现在把我们这个鸡丁包括我们的肉丁先炒一炒。对，鸡丁和鱼丁炒一下。鸡丁和鱼丁，好，锅中来这么一点点油，鸡丁先放进去，先煸一下。鸡肉本身就是脂肪比较低的一种肉，尤其是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腿肉。鸡腿肉这个部位呢，蛋白质高，脂肪低，营养相对呢也比较丰富一些。肉也好吃。肉比较嫩，而且又不像鸡脯肉那么老。没错。好，鸡腿儿来回的炒它，这时候也加大蒜。加蒜。好，刚才说了这个茄子呢，过的时候不要蒜。茄子爱大蒜。对，喜欢。大蒜的这个味道很起味儿，没错，他们两个在一块儿经常出镜率很高。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吃那个一些茄香的包，也是带大蒜籽的那种，哎，就是大个儿的那种，大个的蒜籽。这时候我们的鱼是不是应该放进去了？对，可以。炒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再把鱼丁放进去？放一半吧，放一半，好，有点咸。对，没错，这是咸的大鱼丁。家里如果说没有这个鱼丁的话，用什么能代替？这个虾皮儿，剁碎的虾皮也可以。虾皮儿需要炸吗？炒一下，炒一下就炒香了，用油炒香。没错，剁碎的虾皮儿就行了。就是有点鲜鱼的味道，对，比较有点海腥味儿，鲜鲜的滋味。这点呢是那个蒜蓉辣酱，哎，我特别喜欢蒜蓉辣酱。蒜蓉辣酱也要用蒜蓉的辣酱。没错，我觉得蒜蓉辣酱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吃火锅加点它都好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也用的比较多。放点料酒，放点料酒，好香的，还挺香的哦。加点蚝油，油，哎呦，一大汤匙，一大汤匙半。对。有时候我就觉得在家里面这种就炒来炒去的或者烧来烧去的菜，蚝油啊什么的就挺提味儿的。加一勺，改小勺白糖。白糖，这时候呢，是要加水的。再加一点水。我们茄子这时候不放进去，这时候可以了。就是加水之后立刻放茄子就行了。这道菜还挺复杂的。别说，我本以为这道菜是一个很简单的菜，没想到一步一步的还真是挺啰嗦的，相对来讲。好，把这个焯过水的炸茄子条放进去啊，这个味儿不可能差，你看好多复合味，有大蒜味儿，有那个蒜蓉辣酱的酱香味，还有蚝油的鲜味，还有鸡丁味，还有一点还有鲜鲅鱼味儿，非常鲜美。没错，记得在《红楼梦》中有一段说，那个茄子被煎炒烹炸以后都吃不出什么味儿了。对啊，你看这个也有点那个意思了。就是呢，就加点老抽，调一下色，就是这个颜色呢红润一点。好，
快活，我注意到这道菜大厨一直是火都是很旺的。赶快换一个包，这个包需要提前加热吗，大厨？提前加热。你看这时候包其实是有点烫人的，所以说你提前把这个包加热。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包的话，用什么？用一个小铁板或者是砂锅，用砂锅，用砂锅哈，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一个风味儿，对，没包的话你直接这个上桌也一样，也行，但是这个包呢它能保温，吃起来呢更好吃一些，而且应该一会儿下锅也滋滋辣辣。这个茄子呢，这种鱼香茄子的话，它的这个好吃一点就是烫，比较烫哦。吃的时候呢，烫嘴呢，它就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好吃一点是适合配米饭。配米饭，对，就你那么两头一搭，兜一块大米饭，非常好吃。好哇，这个包之前加热过，现在呢一放下去，整个小包中就滋滋啦啦的开始响着。这时候放在包中还需要再这样煨多长时间呢，大厨？这就可以了，就可以上锅了。就 OK 了，好，之前给它加热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的鱼香鸡丁茄子包正式上桌了，趁热乎劲儿，再赶快尝一尝，来，一起来试一试，烫烫的。哇，小心烫了啊！真的需要米饭呢，米饭真的是很棒哦。香，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非常非常好吃的香哦。而且在茄子的表面有很多小颗粒。蒜蓉鸡粒和那个鱼炒咸鱼炒碎，真好吃，这种味道真好吃，真的这道菜让人感动，让人觉得这道菜啊。配一碗米饭不够，两碗米饭也不够。如果是这顿饭在家里面准备好了，主妇们一定要多准备一点米饭。平时可能三人的量，今天有这道菜要再乘以二，才够家里人吃。好吃。今天让茄子呢做我们的当家菜，可以说茄子的这两种做法呢既简单，而且呢又家常，在家里面不妨试一试。好吃了，饼大厨带来的两道茄子美味，让我觉得真的好想回家，立马就试一试。谢谢饼大厨一番的努力，谢谢您，不客气，也谢谢顾老师，谢谢您的讲解，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嘴，我们下期健康新时代本周当家菜不见不散喽，拜拜。